分钟内找不到钥匙，他就完了。怎么办啊，九九？快在房间里找钥匙！这个房间的日历、时钟、床、台灯、画，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啊。我先搜一下这个床。怎么还有机关啊？这个照片、不就是这个卧室吗？不对，这床头柜上多了个青蛙玩偶。孤寡孤寡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？这个我知道，下一句是牧童遥指杏花村，就是你身后的这幅画。这里面是空的。钥匙在这儿，但是拔不下来啊。我们得快点，这是什么？幽灵，帮我识别它。说的，这是日晷，古代人们利用太阳的影子方向变化来计算时间的仪器，也就是古代的时钟。那么用台灯代替太阳，这个钥匙形成的影子就是日晷的时间，但是要显示成几点呢？这个底座上有字，古今唯一，时光交汇，快没时间了。古今唯一，意思是要让日晷的时间和这个现代时钟的时间指向一致。这个时钟是一点，对应在日晷上，就是丑时。成功了，快把桌子移过去。完了，这个桌子被固定了，推不动呀。什么？那怎么开锁？怎么办呀？原来是这样，可以利用机关床把我弹到这上面，才能够到这个锁。妹妹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舅舅小心，